有些学者讲儒家史，乐感文化，佛家是苦感文化。啊，请问净空法师，他们之间内在的因缘，没有因缘。说这种话的人，儒家他没搞清楚，佛家也没搞清楚。啊，佛教人离苦得乐。怎么可以说佛教是苦感文化呢？对，他对佛教不懂啊。啊，不懂啊就不要去管他了。啊，等他搞清楚了再说啊。